好，我是小燕。今天呢，我在我的朋友家，因为今天是我的妹妹的生日，所以我要来，我想到一个 idea 要 prank 她。因为她现在在家，所以我不方便做我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来我的朋友的家，她的名字叫做老燕燕。大家好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开始做我们的假的蛋糕，因为今天我们要做假的蛋糕，然后送给我的妹妹，然后我也是有订一个蛋糕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开始做我们的蛋糕。很小哦，可以看到吗？可爱，很可爱哦，可爱。哦，哎呦，不可以哦，错了哦。Fails， 你是会 fails 的吗？等一下，我妹妹从你的家，从我的家那边看上来，这样，哎，就我姐姐在那边呢。要先把东西拿来，啊，下来这里都，然后。2000 years later. 嗨，刚才我们因为刚才是我们不够材料，然后我们又出去买了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回来，然后顺便去拿了我的妹妹的蛋糕。所以我现在又要开始做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？好，希望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
快点来看。拜。失败。哦，那个，刚才我们做的那个，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失败了。这个这个这个。OK。2 hours later. Moments later. 这个是我做的蛋糕，所以我等下又要prank我妹妹了。这个是假的蛋糕。你的蛋糕来了，你的蛋糕妹妹的，谁做的？端的，端的。Oh.